毕业旅行会不会忘记刷牙？牙刷没刷。对，你看牙刷嘞。嗯？现在要打给他。你是出去自由了，是不是？像脱缰的野马一样。一出去就自由了。外人来按门铃不讲话，一个绿绿的。绿绿的。妞，明天要去毕业旅行，你要去几天？你带了三套，这边两套，这边一套，然后还带了饼干。哎，这饼干怎么已经扁掉了？掉了。我的饼干怎么这样子？这边是饼干、护发油、口罩、湿巾、卫生纸，还有雨衣都在下面。环保筷的部分，哎，三天两夜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忘记刷牙？牙刷没。哎，对，你看牙刷嘞，喷马桶的护手霜啊，很空，你也可以放一些饼干。这个真的是算妞妞第一次自己出门离家。袜子有带吗？你看好，赶快袜子去拿，然后刷袜子放这边。天气不会很好，所以还是带着雨伞，考验你自己收伞。哦，你看，回去就稳住了。没问题，好，可以把它拉起来。准备被压扁了吗？哎呦呦，咔咔的声音哎，不行，你这边放太高了，这个放这里。要去浪迹天涯小旅行了吗？我的包包跟我的鸡。没关系啦，因为你包包有一半都是空的，那就旅途愉快咯，拜拜。合拍的照片，到那个地震的博物馆拍一些照片给我们分享给我们。他喜欢拍全景图，妞妞自己拍的。哦，还有同学在拍同学玩。这是在盖房之后看谁的房子会不会先摇垮，大家再试看看自己的房子会不会再参加一个导览。哦，那房子都倒掉，可能在讲地震的。来，先来看一下食物，前菜的部分，这个是豆腐，另外单点的生鱼片，这一份就1000多块。好吃，新鲜。多少块？他帮我们削成玉米颗粒了，好方便，服务很好。酱是柚子酱，吃起来蛮清爽。生鱼片的虾子的虾头要拿去炸。那妞妞都分享照片给我们，那我也来分享我的火锅给他。记得煮粥的时候要找时间。最后的餐后甜点好丰富哦。他招待我们的哦，因为平常好像只有水果而已。他不会太甜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去走走，按摩之后回家，晚一点再跟他通个电话。接下来按摩的地方，结果我刚刚传给妞妞食物，他居然不理，他回了一个我到饭店了，然后我刚刚就写说拍来看看，他又不理我，他晚一点看看他会不会分享他的照片给我看。谢谢按摩。我们已经要出来了，然后妞妞终于回我了。我们的晚餐很难吃，手机等等也好配合我说，哦，他还列出来哦，水晶饺、青菜鸡肉、西瓜冻。他看到我的照片，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难过的缩图，还有分享给我他的房间是这样。那我现在要打给他。喂，不是很好开始？不会吧，9点而已啊，21点，现在觉得还有一个小时才要收手。看一下手机不离身才对，没有哎。我们看一下妞妞不会打的，因为我已经传给她了。这姜茶，然后他们还有手工饼干，很好吃。因为现在应该大家都在打电话回家给爸妈，除非他在洗澡，就再等一下。我已经回到了工作室，再打一次给妞妞。明明有传讯息给我啊，可是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嘞？同学带的零食也太多了吧。你好，我要传215号吧。对。哎，你都不接电话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在笑。啊，洗澡。你刚刚在洗澡。你洗了一个小时，我想说打你的电话都不会有人接，我都怀疑你是带一只水壶去吗？没有。啊，好玩吗？今天？好。
好玩了、哦。晚餐不满意而已，是不是？啊、午餐呢？午餐满意吗？我们的晚餐也吃的还好，吃个橘色刷刷锅。你们在车上有人吐吗？然后你们今天晚上是不睡觉，要把那一堆零食吃完吗？太扯了，半箱，他有行李箱带很大，然后半箱都是零食。交出去的时候要关机哦，不然它会慢慢耗损掉电力。没关机，我就一直打电话，你们直接停下。你们老师说是谁的电话？你明天几点要起的床？不知道，那你们赶快睡，应该很早起。那你的那个牙套没有弄丢哈？那你有把它清洁了吗？好啊。想说打电话给你都不接，最后只好打饭店的。哎，你电话不要用静音呐、啊，不然我们有时候要找你都打不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对啊，你要接或者是要打电话回来，他完全不会打回来哎、欸。你是出去自由了是不是？像脱缰的野马一样。一出去就耶，我自由了。你要跟同学玩玩，赶快去睡觉了，明天要早起。你明天如果有去什么景点，也可以再拍一些照片分享给我。我们会拍一些我们这边分享给你，好吗？我们刚才去按摩耶，那你要分享给我啊，看看哪一边的比较精彩啊。我们今天还要去健身房重训，你也可以录短片，我们也是可以看。好了，赶快去玩，拜拜，拜拜了。看来他玩得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对。那我们就看一下明天牛牛他们的行程，他到底会怎么回复我们？好，再见。第二天，然后我们两个跑来找一休一起来健身，对的，运动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妞妈的体重，可以献出来吗？可以啊，因为她现在有瘦下来，她觉得就可以曝光了。体重过瘦，正常嘛？你看你正常边边偏低，我觉得你两个好像没体重。肌肉也太低了。对，你什么都太低。他一教你们脸，他看你们的肌肉，看自己的肌肉好重，看自己的肌肉对。可是有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，他就看不出来。应该是增加肌肉量跟维持健康的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但它对于减重来讲，它不是绝对关键。照片给我，是他拍的小影片，还有火车，他的自拍。跟风景拍的照，还有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重点在哪？拍草。这个也是走路，他很喜欢拍这个走路的画面。自拍就这样，中午前他们是去义大，都不敢玩。而且我在义大，我不敢玩，然后很热。他刚之前稍早分享给我，但是他没有拍照，他只有拍了一张跟同学在休息的照片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晚一点了，跟妞妞通个电话，看看他今天玩的怎么样。我们见喽。现在是晚上八点的时间，妞妞下午又有在传一些影片给我分享，是他们同学在荡秋千嘛，灯会有去过，拍了小影片给我们看。然后这边还有导览解说，同学们一起吃餐，这个是厕所的部分，房间。他有跟我说他们现在要去萤火晚会，然后我跟他讲说那你回到饭店跟我说，然后之后再电话看看他坚果怎么样。然后现在八点，我们有跟朋友约要去吃羊肉炉，那我就先出发去吃羊肉炉了。晚餐来吃这个羊肉炉，下午就好像真的但是在想要打给妞妞，因为我怕太晚，她等下去睡觉。这个可以。哎，开房间，无人接听。十点半了，十点半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。没有，他们是十点叫他们去睡。十点才开始收手机而已。没那么早睡。对，我觉得没那么早。回家了，我再打一次看看。喂，安妮，后来没有打来给我。手机收早的妞。还没收之前呢。去洗澡哦。你同学干嘛哭？表演很感动吗？还好。那你们后来那个是宵夜，你传了一个汉堡，好吃吗？比晚餐好吃。吃饭的时候还有表演吗？没有，很安静的，就是一
毕业旅行。毕业旅行呢、欸，居然不可以有声音。哎、欸，你去义大有玩什么？玩那个水啊，水就湿掉。玩水？就是有一个船，然后它喷水，然后那个是冲下去的那种吗？啊，不是，它就是很臭的。你只有坐那个很臭的水的船而已。臭的，没有坐别的，旋转木马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说你只会坐旋转木马吗？那很远。旋转木马是热门品项，那你们中午在义大吃啊？他发餐腿没有，是一些难吃的面包。所以你把餐包带回来还没吃啊？对，现在在我眼前。那你们明天要去哪？6点起来，6点半要先吃早餐，然后去吃完之后，我们去安平看海鲜餐厅，吃完之后要去看安平吧。哦，安平古堡我们之前有去过，然后应该就是要听演讲。那几点会回来？几点会坐车？5点8坐高铁。哦，5点08。要说你们明天也是玩一整天呢、欸。对，然后6点24会到，7点回到学校。所以我晚上7点去学校接你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赶快睡觉，你会不会这几天都没睡饱啊？都6点起来，超早的。嗯，对，超级早。怪人在按门，你还不讲话？哦，是吗？对啊，一个绿绿的。绿绿的。对。什么意思？他玩法吗？会夹一张卡在门上，开门他就掉下来，就开电视。嗯。然后一开始很大声，我就调两个，接下来他就调一个、嗯，一个之后，然后就有一个绿绿的就说：“哦，你们吵哦，要小声。”哦、你说别房的人说你们很吵啊？啊，不是，就是旅行社的一个绿绿的，旅行社衣服旅行社的人。啊，对，然后他就说要安静点哦，然后再开一点门，开都关起来，然后纸包掉里面，他就走掉，跪下，然后还打给柜台，然后柜台说那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就是你们太吵了，而且我们没有打的，我们就看一格电视，就看时间，用手机被收走。所以你们房间没有电子走，完全没有，然后我不敢开电视，他哭得很夸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太感动了，他就流下来了。那个表演太感动了，而且我们男生有4个哭，女生1个而已。你没有想哭啊？那哭夸夸的，每个都、那个超级烦的那个导游。他那导游讲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想哭？哦，你们要毕业了，哦，回去这2个月，然后什么自己关了门了。哎，明天也要分享一些画面给我呀、哦，你们可以拍一些照片自己做纪念。哦，对，然后那个导游就叫我们说点头。唱完风筝，然后我们班那几个男生就开始哦，唱完风筝，一个哭了大概过5分钟，另外一个开始哭，然后就是哭越哭越多。你们班男生比较，然后马上很惊慌，他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然男生比较玻璃心。好啦，赶快睡哦，不要再聊天，去关灯。晚安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感觉他今天分享得很丰富，明天他还有一天，那我们就明天看看妞妞会分享给我什么。今天就先这样喽，明天见。第三天，然后早上的时候，妞妞就传照片给我。那今天是去这里，他有拍了一些小影片给大家分享。他拍了一些风景的部分，书柜上面的灯，巨大的扭蛋机，我们之前也有扭过这个扭蛋机，一些室内风景，就是一些风景，他今天拍比较多，但是都没有拍自己。丫丫的身份证。鸭子也可以看这么开心。导游很凶哎，不要离开座位是说鸭子吗？这是他吃的甘蔗饼，然后他们说现在要去吃午餐了，等一下再晚一点看看他会不会再分享其他的照片哦。今天出去玩，然后我今天来整体，因为我一直有那个腰酸背痛的问题，我这是朋友推荐的，所以想说刚好妞妞去毕业旅行，然后我有时间就请一下。妞妈现在在里面整骨，可能有时候会掀开衣服或什么，所以更不方便拍摄。等她按完来分享她的经验给大家听，真的假的？出来了，然后完全被截肢。哦，噼噼啪啪，噼噼啪啪，但是我觉得我的腰比较没有那么酸了，因为我脊椎侧弯已经很久了，不容易调回正，就需要很多疗程。对对对，我们先去吃个东西，走喽。是三商巧福，好久没有吃了，学生时代的回忆。这是我们的小菜，叫了半筋半肉的牛肉面，但是我们都不要面，只要汤。半筋半肉汤。对，来回味一下。回味一下，以前下课的时候还会来吃一下。当时都没有去脱离这个状态，最好是。
是，我是到当兵后才这样，所以都是跟一些臭男生来吃就对，汗臭味混合着牛肉香味。这个酸菜它都是放在桌边有个盒子可以一直加，然后我们以前都加超多的，要有这个酸菜才会像以前那个味道，真的是30年都没有变的味道。好，我们先吃。刚老师有传赖过来说，因为这个高铁供电异常，所以搭乘的高铁列车会受到影响，所以他们也许会比较晚回来。之后如果到达了，老师会再请孩子跟我们联络。妞妞刚刚有传了分享给我们看，这个应该是安平古堡，安平古堡的图，妞妞的自拍，她的同学的自拍，安平古堡的树，这个不知道是拍什么，台湾阿嬷彩虹袋子，他们在看咒术回战嘛，同学们都到高铁站等待，我上高铁了，吃着披萨，这是他最后传给我的。妞妞现在打电话来了，喂，我到了，你到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过去接你咯。好，好，等会见。那我们现在去接妞妞。耶、yeah, ，妞妞回来了，好玩吗？好玩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哦。你们说好山好水好无聊，好山好水好无聊。没有好山好水。啊，你刚刚说同学哭，为什么？同学？因为那个人讲很感动的话就哭。那你倒没有哭啊？没有哭啊。我比较想要好奇问你，有想我哭吗？有啊。真的吗？然后我们都有传好吃的食物，是想妈妈还是想我呢？而且你们传吃的给我，那是妈妈传的，我没传。把食物给我，所以你是想他的食物？对啊，是想食物啊。那、啊、你想要吃什么？我现在带你去吃好料。吃火锅。火锅、啊。没没。有什么火锅要给吃？你有想他们吗？就变更胖了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怎么三天回来还变那么胖？你们沾到裤子哦，他都当天沾到他的床，他都不去睡了。你还抱着他的，你的裤子也要全部都大便。你们到几点睡？我们都11、12点。11、12点，然后早上几点起床？6点。你们现在会想要睡觉吗？不会，不会。车子上有睡好睡吗？好睡。好啦，那就是妞妞的3天两夜，甜蜜就在这边了。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可以在底下分享你毕业旅行的心得哦，拜拜。是这个，对。叽叽叽，好吃啊，幸福感。